现在是在锁那个 SYNC 主机嘛，对不对？而且不太好锁哈。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该拆的都拆的差不多了。好，换主机真的不容易。那会需要这样子的话，可能会是那个酷嘎180车型，因为它也是 SYNC 2.5， 包含中阶啊、Focus 中阶，还有 Focus 的美梦成真型，都是 2.5 的。那刚好收到一台 SYNC 3的主机，现在来换。那刚才有稍微测试一下哦，接这个电脑测试一下，它是可以运作的。那现在就是慢慢锁回去。气囊要拆，要。OK， 出来拿出来。好，真香啊 ，S 键。OK， 这个改了之后，是不是那个按中间的按键就废掉了？对，就全部都移到这里来了。对，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对比一下。OK。开通了充电的功能，灯无线充电已启用，无线充电已启用。这是引擎啊！我变速箱，变速哈？你刚整个变速箱拿下来？哦。这个没有开是没差、啊。我现在是在帮他清这个离合。
好哇，终于大功告成，给大家看一下 Sync 2.5 转到 Sync 3。那基本上呢，程序是真的是蛮麻烦的。那原本第一次修遇到问题是导航没办法出现。好，那现在已经导航有了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导航都能正常运作。好，定位也是对的。好，看过之后定位也是对的。然后再来，包含如果要自己装的话，要特别注意就是那个无线充电也要有确定，因为它跟 Sync 3是连接在一起的。那脖子因为原本是中接，所以没有无线充电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好，亮了，无线充电已启用。好，位置要放对 ，OK。然后再来是什么呢？就是整个界面 ，Apple CarPlay 也要试一下。好，那这个在装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是什么？就是线跟 Sync 2.5 的线完全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从这个大陆叫了这个 Sync 3的线。好，那所有目前看起来所有东西都可以正常运作，就跟现在一般的STN Lomo 一模一样的。好，给大家看。好，不过我自己觉得啦，自己用下我觉得 Sync 主机还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lag啦，就按起来有没有？还是会有一些延迟，那个延迟。不过整体来说大功告成，好不好？导航也有了，无线充电也有了，然后倒车显影也有了。那比较特别是倒车显影，它是接在应该跟大家讲，总共有两个模组。那一个模组是什么呢？一个模组是所谓的 ACM 模组，比较是否音频啊，跟这个声音有关的。那另一个模组是 APIM， 那主要是否这个 Sync 3的模组。那原本 Sync 2.5 它就只有一个 ACM 的模组，也就是只有否音质的模组，可是它本身就含有 Apple CarPlay 的功能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呢，它是多了一个原厂导航的功能，包含无线充电，它是整个一体的。所以你如果要换的话，无线充电这一块整个模组也要一起换。好，那我现在发动给大家看一下哦。现在这个基本上整个都可以运作，然后我们来试一下倒车显影功能。好，都可以正常。OK， 有没有往下照都是正常的？好，它是沿用我原本的啦，沿用我原本的那个倒车显影。好，一切都是正常。然后当我打左，它会跟着动，有没有？打右。哦，全部都是正常的 ，OK， 哇，这真的是大工程。好，那我们回到 P 档，然后蓝牙也要试一下。那基本上会猜到，就是第一个主机，主机这个会猜。那主机猜真的不太容易啊，给大家看，它这里有一片，下面有一片，有没有？这一片。这片先把撬棒撬开，然后再把里面螺丝给转开来，整个主机，然后再把它拿下来。然后再来是什么？再来就是这一片，这个是一整片的。那为什么它会亮？因为它后面有一个接头，我把它接起来的。好，所以这片也要拆，然后这个出风口也要拆。哦，真的是很麻烦，出风口也要拆。出风口拆完，这片是整个模组的，也不是模组，整块的哦，这是整块的。然后你这个也要拆。好，这个要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拆这片的话，你必须把你的手套箱都给拆了。好，所以这比较麻烦一点啦。好，所以这几乎所有全部都拆了，然后 Sync 主机在里面，然后再加一个 ACM 模组，然后两个 combine 在一起，然后就可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OK， 所以整体来说不是很好搞，但是很有趣 DIY 改车过程。那也谢谢这一位，好不好？谢谢这位车友，哇，真的是帮我一个大忙。帮我圆这个梦啊！原本当初应该早早就买这个顶规的啦，早知道当初就买这个 ST Line， 结果没想到，从中间慢慢迈向 ST Line 的过程。OK， 好，大功告成，哇，搞了很久。好，那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如果对软体、硬体，其实这里都有啊。这是马卡在这个桃园坪镇。那这个你如果对于硬体，比如说你要改什么东西，涡轮管、什么进气什么，这里都有。那软体层面，你如果要写动力，这里也有。那包含最近很红的 S 键，S 键也是。那包含那个一阶、二阶这种变速箱优化等等，其实这里都有。那软体层面呢，也可以找这个冰沙。那同时，他今天也是帮我改这个 Sync 3系统的。这个幕后使者哦，非常厉害。我真的应该是目前应该没有人搞这个 Sync 3了。那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这个马卡车业这里，好不好？那就订阅我的频道，那我们下部片见，拜拜。